好，一样，我们来玩机械族特性啊。刚刚示范过了，我这个队伍应该是可以。最高到几点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特别去记。一样不用常驻增长角，我们用机械族特性来打。机械族他血多，哦，血多，然后再来是那个，回复力会比较少。那我用 combo 出去拉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集气集好久、哦，他那个机械厨记得要手削哦，你知道吗？要手削、哦，完全变木机械厨，我故意试的啦。就是你可以用增长角啊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可以用增长角，但是我的好处是血比较多啊。OK， 这边他做球给图灵的，我觉得。Crash， 等住，对，我们是有收工伤的费用，再帮他打好。注意看、哦，我没有常驻增长角哦。注意看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那个威力？没有什么铁扇啊，什么木屋啊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，一定有人会问，那下一关怎么办？问人哦，有没有知道下一关怎么解？你们知道下一关我怎么解？对啊，第五关怎么办？啊？哎呦，按错了。对啊，这关怎么办？对啊，这关怎么办？蘑菇就开龙科 ，OK OK， 我们要展现男人的气魄，直接跟他撞上去，看到没有？直接撞过去了，各位观众啊，会不会太冲动啊？好像有一点点，快点，这个就是男人的浪漫了、啊，各位观众，一波冲啊！
一波冲啊，懂吗？冲过去对了，哈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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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的三 C 变二十一 C， 三 C 三三 C， 没错，运用冰冻出来切入，观念很好啊，观念很好。看到没有，回合数啊，算过的。把这个什么星珠放在你想要的位置。哎，掉下去了。对啊，冰冻珠没了，算过的，算过的。扩起，战术很重要，学起来哦，学起来，这战术很重要。OK 的。印记亏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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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70万！啊，铁拐忘记开了，我在做节目效果啦，那个千寻反应太快，这样不行。图灵，突突，快点！哇，这个叠珠！哇 ，unbelievable！ 没良心跟千寻非常好，一波七刷得很快。哦喽哦喽哦喽 ，KO！为什么威力会这么大？没有半只真上鸟，威力为什么这么大？急切族特性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善用手中的急切族，发挥最大的狙击效应啊，不，通关效应。那图灵还在这旁边休息，哎，这图灵在旁边休息哎、欸。